了解深圳广州最著名的购物中心，广州正佳广场，亚洲第一的购物中心，占地面积 5.7 万平方米，2019年的销售额78亿，广州最高端的奢侈品购物中心太古汇，占地面积 35.8 万平方米，2019年的销售额69亿，深圳最大华南最好的超大型室内购物中心华润万象城，占地面积 18.8 万平方米，2019年的销售额90亿，深圳最大的综合多元主题体验摩宝安一方城，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，2019年销售额45.3亿。呢几个购物中心，你中意边一个呢？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大湾区嘅资讯。